感谢你收看咱美凤有约，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这个特别来宾，好、哦，真正吼、哦，足阳光的啦，啊，搁有呢，嘿，应该是歹人看到伊拢会惊，啊，不过呢，进前呢是士官长哦，即卖是刑警吼，啊是组长还是啥，我无啥了解，问题是我最近看到伊，吼、哦。不够辣，超正了！是谁啊？我们欢迎超正的曙瓜丢刘湘慈。哇塞，凤姐好！哇，好春天哦！好久不见，凤姐。真的，但是我每天可以见到你。我看你那本书哦，真的吗？谢谢你喜欢，超正的。对啊，最近出了一本写真集，就是卸下。因为就像凤姐你刚刚讲的，其实大家知道我都是士官长，要不然就是刑警，就是很 tough 很强硬的。是啊，对啊。然后这次是第一次以女人的面貌来，你妈妈本来就是生女儿，好。我当男生很久，真的，我当男生当好久，我好久没有就是头发弄得这样卷卷，然后戴假睫毛这样子。对，我一看他，我说哎呀，头发长长了、啊。对啊，哇，完全不一样哦，像日本妹、欸。哦，谢谢凤姐。哦，超辣的，你那个照片那一本啊，浩浩荡荡，一二十个人到了国外，对，然后呢，找到一个非常棒的这个。天气又好，天空又漂亮，海水又漂亮，然后呢，重点是哦，比基尼也很赞。哦，对啊，哇，那几套我超爱的，真的吗？而且这次的其实有点害羞，因为在试妆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前后有穿反，因为后面好凉哦。因为我们在台湾买到的那个比基尼的裤子啊，其实是还蛮比较包，可是因为他们说现在巴西就是流行前面已经遮了一小块，后面只遮一点点，天哪，就是很害羞的那种。哎呦，巴西耶，巴西哪个？每一个人屁股线条，哎，东方的女孩子可以穿巴西常穿的泳衣，不得了，你真是超正的。谢谢凤姐。听说妈妈还陪你去，好好笑。中间有一些好笑，待会跟大家分享。好，今天要做什么款的料理？今天我要做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甜汤，是水梨银耳莲子汤。水梨银耳莲子汤的食材有：干白木耳100公克。新鲜莲子300公克，带子红枣15颗，水梨1颗，冰糖适量。其实就是水滚了之后，把所有的材料都放进去。那是对，这是木耳，白木耳。这先泡过水。对，这已经泡过水，因为节目关系，所以我们先把它处理好。泡过，泡过，然后把它弄开。对，嗯，好。我很喜欢吃木耳，哎。黑木耳跟白木耳我都很喜欢，就端端呀。没有，妈妈从小就说，因为她说这是穷人的燕窝，所以从小妈妈都会叫我们吃很多的木耳，这是最天然而且最全部煮，全部全部全部啦。对呀、啊，大家都等着要打包带走，你要进。好，木耳先放，对，木耳莲子，然后莲子也是也很快就熟了吗？对啊，这个是我们先已经先煮过了，水煮过的，有稍微煮。对，那正常的话就是水开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些食材丢进去。好，我要请问一下哈，这些有什么典故？你说好漂亮，真的吗？这个其实呢，就是因为要配合我的身上的衣服，我很久，凤姐你知道啊，除了头发之外啊，我饰品我很久没有戴这种叮叮咚咚了，所以这次我都特别希望说他们能弄一些亮的、漂亮的给我。这是饰品，对，这是饰品。哦，你要吃多少莲子？都放、啊，都放吗？对啊，很多人要打包。好，再来就是水梨。我今天学到加水梨。水梨对啊，因为对喉咙是很好，而且凤姐你主持，然后你常常用喉咙，然后你又去那个海外上那个演唱，对啊，这样子其实要多吃水梨，真的哎，而且这样煮好像也不难哈。然后红枣也是妈妈从小就是告诉我们要多吃的。妈妈有没有叫你可以放枸杞？枸杞哦，也是可以的。我妈妈是很天才型的厨师，她不太重视那个。色香味俱全，他重视的是营养，所以很多东西他常常全部都丢进去。枸杞也可以丢，对对不对？那个也可以，就是养生的东西。好，这次妈妈陪你去，对，拍照去柏流是。那其实写真集里面有一些我所谓称作叫特别版的哦，我看到，我就做摄影师会不会流鼻血？那个其实妈妈在现场是不知道，她不知道，她根本没在现场，因为啊。
你们这次都是有安排好的啦，你就叫那个子琪啊负责就把它支开，没事再带妈妈去用个餐，喝个下午茶，对，喂个鱼，对，还去喂个鱼。天哪，在喂那个鱼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女儿上半身上空。不是，就很好笑。那时候我们在沙滩啊，就拍有一组照片是就是有夕阳的那一组。然后因为我们沙滩离那个岸还是有一段段距离，可是我远远有看到我妈妈走过去，我心想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好险我们子琪姐又把她全部带回房间，我好怕她冲过来，然后她整个是傻眼昏倒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刚好跟子琪聊天，我说。那个时间你带妈，你不能一直带妈妈去喂鱼啊，也不能一直吃啊，你带进房间那、干嘛了？也不能两个这么干的，没有，他们开始念那个什么转经轮，转经轮，对，开始念哦妈咪贝贝，因为妈妈很喜欢到。例如我像拍戏现场啊，屏东啊，高雄啊，成功里这种，他都很喜欢拿转经轮，因为他会觉得这边有很多众生，我们要结佛缘，到国外也一样。对，所以他整个是佛心来的，然后我那边是整个清凉来的，我就觉得妈，你不要过来，我不想要大逆不道。你说下次是很好玩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妈妈完全不知道有这组照片，是整个都拍完之后才回来一看。关关音，对，而且什么时候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哦，待会我给你看那个照片，真的，好，妈妈一定转得很快，那个金融没有，妈妈回到台湾心脏跳很快，看到的都没有她看到的那个画面，对，年轻不留白，凤姐感触良多，那个青春呐、真的青春的肉体啊，真的就是不一样。哦，年轻的时候我真后悔为什么没有拍一本，我就拍几张，来得及啊，你还是很辣啊，对的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糖加进去。好的，对。然后糖其实是适量，因为这个水梨它本身已经有甜味，那如果不想吃太甜就不要加太多。可是冰糖其实是蛮有养分的，还 OK 蛮有营养的，所以我看这么多应该可以全尝。好，可以。而且冰糖也是对喉咙很好，跟梨子一起煮。是，好，春的今天穿这样，还有头发颜色好春天哦。对呀、对呀、凤姐，我四年没有染头发哎。是哈、因为你都当那个对啊士官长不适合啊，对，不能染啊，现在整个解放啊。对啊，而且好像去做指甲，开始变女生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我真的不是女生，好，我是现在才变女生啊。还来得及啦，而且年轻真的也不要留白，尽量。就还蛮开心啊，这次团队其实是蛮专业的，而且顺便去度个假。对呀、对呀、去充电。每次去出外景，看到那个景色，就觉得哇，如果不是做节目，我怎么会到亲身的什么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到什么什么地方？就是因为做节目，我才会到那个地方，所以我都把工作当。娱乐，就是充电放，就是过生活，真的很好。然后这个，如果出完外景，有的时候又进来拍拍戏，就像你现在这一阵子开始忙，哎呀，忙电影啊，之后，时间可以也可以再回来连政，对，这样多好，对，真的，我们要谢谢明世，感恩明世，感恩明世。我就觉得，你看今天他一来。本来那个谁帮我准备，我说你给我穿长一点的，没关系。你今天好粉嫩，好糖果，真的吗？好好看呢，真的哦。那凤姐，我们相约一天，我们一起。我也要苹果一，我也要糖果一点。对，大家一起出去玩。对，我应该也穿个比较春天的感觉。不会啊，你这个也好春天哦，这个这有花，然后又有秋天的豹纹。对呀，这个很好看。你穿什么都好看啊。但是啊，我要讲的就是那个青春呐、真的，青春的肉体啊，真的就是不一样。哦，年轻的时候我真后悔为什么没有拍一本，我就拍几张。来得及啊，你还是很辣啊。现在哦，对啊，现在电脑那么厉害，修一修，不是才修一修，是修很大。没有啦，凤姐身材很好，不过你一定可以。我觉得什么年纪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当然我们可以类似，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度后点后。你们现在都尽量，你妈妈都可以答应哎。你当初要拍这个的时候，妈妈有没有？你问妈妈吗？其实妈妈一直
不太喜欢，他一直希望我走圆圈，是走不要铺路的。所以当初去跟他讲的时候，我说，因为他知道连总经理都说 OK， 因为他了解我们陈总的那个个性跟做事方法，他表示说，那这个关卡有过，表示他质感跟很多东西是会守住的。嗯，然后妈妈就说 OK 啊，只是我就跟他说，我行前的时候有给妈妈一些心理建设，我说妈，你去的时候哦，你可能看到我只有穿一条内裤，然后在那边拍照，其实呢，他们只是咖啡，或者是就是那个。后来的灯光调过之后呢，不会这么的血淋淋，所以你不要太吓到。它是有美感的，哇！你也讲得很直接，嗯。跟妈妈说，如果只穿一件内裤，对啊，我意思就是跟他讲。所以那天有一天，其实他有看到我就穿那个蕾丝内裤，那刚好他走进房间，就一组在床铺上拍的那种。后来到晚上，我妈妈其实心情有点不好，我说，她说你那样穿会不会太露了？后来我就说。会吗？他说那个镂空的耶，对，说我里面有穿丁字裤啊。我妈说哦，有穿哦，有穿就没关系，害我吓一跳，以为你都没穿，只有穿蕾丝内裤。其实也看不太出来，嗯，但是心理建设就觉得哦，有穿哦，就比较好。对，跟他讲一下，对，那个选的非常的赞，非常的好。哦，谢谢。对，现在看完之后呢，妈妈看了之后呢？是说希望就最后一本，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，尺度已经算蛮那个的哈。我对啊，就蛮大的，很大哎。可是蛮赏心悦目的，嗯，很健康，嗯，好看，谢谢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煮一煮之后。我要赶快，不是要吃东西了，赶快让大家看那个照片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期待，对不对？有几张超正的，超正的，都很正，那个超辣的。妈妈不在的时候，对，我们要看妈妈不在的那一组照片。好，特别版来了。士官长大蜕变超性感写真即将大公开。来养生啊！好，这个藤西阿北用，我们自己来。好好好好，我很爱吃这种养生的食物哎。啊，我今天学会了，就是要用梨。太好了，我可以木耳吃白木耳，把它吃到饱。是哦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对身体丰富的胶质。不会很甜，嗯，不会对身体有太多的负担，不会。哇，梨子吃下去觉得喉咙好舒服哦，嗯，很赞。而且现在秋天啊，有点凉凉的，吃这个还蛮舒服的。哎，冰糖这样放不甜呢，嗯，大家在等对不对？等妈妈不在的那个照片对不对？嗯，好的。就让大家直接来看一下，超正的，看到没有？光是这样干干净净的，头发往后，然后这样，不是007电影都这样子吗？女主角进入水里头起来，头发一定要往后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干干净净的。哦，这个妈妈有看到了，就是说，这个妈妈在了，她说这个小裤裤累死的。这像话吗？你难道你都不会转身吗？妈妈担心的是这个，所以她说好的，有丁字裤，转身也不用怕。但大部分不会拍到那个，大部分都是会拍背面啦，背面的曲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想看什么？妈妈不在的哈。好，但是我觉得可爱也要再看一下了，再看一下这个可爱，这个很可爱，这很可爱。这可能大学男生会比较喜欢。宅男、宅女、宅男，好的。妈妈那时候转得很快的时候，再回想，是哪一张呢？哇塞！数瓜丁有你真的是哦，你真的很，你真的卸下了，真的，
好，我们来分享一下，史瓜丁琴架是妈妈不在，他整个是长大了。好，哇塞，超正的哇！请问怎么完成这样神圣又很艰苦、很艰难、唯美的角度这张照片？ Okay. 嗯，其实拍这组照片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其实这次去啊，摄影组大概工作人员有五个，大概四五个是男生，所以这组照片的时候，我们只留下一个男生，就是摄影师。然后我们的子琪姐下去帮忙打那个光打板。然后那些奶奶去哪里了？陪妈妈去喂鱼。子琪姐打光，男的陪妈妈。对，然后用了一个那个屏风啊，在旁边遮起来。其实那是无人小，算是很少人，只有当地人才会去的小岛。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些人会有游客去。所以你在瞧那位置的时候，用屏风稍微挡一下，把位置都瞧好，然后才屏风拿开吗？还是说没有，屏风是遮旁边，就是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在干嘛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自己的那个世外桃源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在瞧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摄影师在吗？哦，他会向后转。哦，他会向后转，然后等女性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确定没有穿帮，然后姿势都弄好了，他才转过来拍。任何只要瞧角度，他都就转开。我只是好奇说，这个裤裤应该是旁边带子细带子拉开。对，然后再拉掉，就是。有拉掉还是哦藏起来？是，这妈妈不在的。妈妈不在。还有一张也妈妈不在。哇塞，真的是不得了。对了，年轻不要留白，这样拍下来也是挺好的。嗯，还有一张妈妈不在的那一张也是。像是比较。哦，妈，你正在拍妈妈走过来了。哦。在比较后面的，在后面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夕阳的那张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一张也不错，那一张，那一张，哦哦，在拍这个时候，那夕阳真是漂亮。妈妈可能也是看夕阳，看到脚步放慢了，要不然她早就过来。夕阳真漂亮，是不是很美？夕阳很美，夕阳真的很美，嗯，很漂亮哎，会让你停止呼吸，那个夕阳。这个剪影也超美的，嗯，谢谢你，真的，谢谢凤姐，好好看哦。好，刚看到这些呢，其实都是 quality 很好，质感很好，哇，这个也好好看，哇，超亮的，超亮，嗯，所以很多。回去慢慢欣赏，谢谢凤姐。我跟你讲，漂亮的东西不是只有男生。好了，摄影师，我待会先借你了。那你看完要记得再给他看嘛。啊，看完再记得要还来哦。好，好了，导播，我知道你要看，导播，好好好，你优先。好，导播先看。好，其实你当数瓜丁的时候，是那种很奇怪，就是，虽然是那种比较，必须要很有威严的，对，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角色影响到，我觉得王胜男已经影响到刘湘慈了。我连生活中所有的习惯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，我可以马上就进入这角色，我必须用生活去练习这个角色。所以变成那时候行住坐卧，包括洗澡，我五分钟洗完，我妈妈就说：“哎，你是在拍戏，你不是真的在当兵。”因为我每次都洗五分钟、六分钟顶多，她都觉得我洗战斗澡都没有洗干净，然后也不爱保养，真的很奇怪，那真的会影响到，然后也不会戴这种叮叮咚咚的首饰。会戴的话，顶多就是那种很 man， 然后很中性、很好看的那种银饰，然后穿着一下都牛仔裤啊、短靴啊、军装啊，会影响哎，我觉得很神奇。艺人本来就多方面要去尝试。那么同样的，我在演妈妈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就是妈妈妈妈。可是我今天如果去走红地毯，我一定不要像妈妈啊！对，我要是放下，我要卸下另外一个我啊！我觉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，做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呈现出来的东西，我觉得它就是很到位。所以你去这样一个棒的一个环境，好，蓝天碧云，然后沙滩这么美，气氛那么好，风景那么好，这好好阳光，很健康。很开心。那如果你在一个营区里头，
那当然你就穿军装又很适合，我觉得这很好，让自己又知道嗯我可以扮演的是什么。哇塞，除了我人生之外，戏剧更丰富我的人生。嗯，多好，感谢名师，谢谢。也要多一点，等于就是也要给演员机会之外，他也有时候也要包容演员。有时候演员有时候也很想去尝试，也会害怕，那必须要电视台要支持。嗯，好，对，那我觉得试了之后呢，才知道说哇，我们相识它是可以多元化的，有不同的可以去尝试。今天看到这个，大家都有分享到了，你也可以拥有它，好吗？妈妈不在的时候是什么？妈妈在的是什么？不过我觉得母女相处的沟通非常好，这个非常正面的，所以呢才会一本这么开心，看起来就是工作环境好，呈现的作品绝对是很优的。就像我们拍戏，如果大家很开心，出来的作品都是非常好的，就看起来就会很自然、很舒服，就像这本一样。非常谢谢啦，谢谢相识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一切顺心。好，对，好，希望大家都一起卸下。我听到了，凤姐，我们一起去卸下。好的，还有这一张。谢谢相识，谢谢凤姐，谢谢姐姐大麦，一批大麦。这是的人是我，每晚为你唱悲歌，这款的生活，人生无半点希望，茫茫对你到这。心痛较侪过幸福，爱若变无味，要分开。